系大哥，2021年11月5日星期五啊，晏昼嘅4:52，星光熠熠，市传啊，系啊，大概2000万到啦。呢间铺卖咗好耐噶啦，咁啊都总之而家卖咗啦，2000万到，就搵喺圆洲街450-464号地下2号铺啊，就咁建筑面积大概700尺到啦，门宽大概10尺，深大概50尺左右啦。过嚟睇睇，出图即有啲资料你睇到噶啦。咁就讲紧咧，个租金就大概55000蚊到啦，咁就成交咗。大概2000万左右啦，大概啦，咁啊回到3厘零咁啦，望望呢间个铺头啦，咁啊门阔大概11尺到啦，你当系，咁啊入边就窄少少，咁啊图纸啊所有睇到噶啦，咁就原本业主就讲系87年嘅时候啦，咁啊始终我哋就睇好多料啦，经纪同我哋讲87年就讲系4月份用105万买入嚟嘅，侧边作为一个成交比较，就系嗰个嘅呢一个咧就圆洲街呢个450呢个位咧就左手边嘅半间咧就曾经成交过半年前咧就1700万。呢間鋪咧相對就冇咁深，就呢一間鋪咧就會再深啲啊，但係後面又窄少少咁樣嘅，咁所以個感覺咯，咁如果大概2000万到，我又明嘅，咁我唔 OK 咯，唔係貴，今時今日嘅市況啊，咁我唔覺得貴，我唔覺得平，我感覺呢個一個五分位一個市值位咧，因為始終都大大件，咁啊望望樓上先，旺就唔係好旺噶啦，但係2000万你想點啊？1000零万鋪仔嘅細細間。咁啊又夠深，咁啊呢個星光電業就做咗好多年，咁啊再向翻嗰邊嘅時候就昌華街，昌華街嗰度咧兼善里，咁啊兼善里就市建局嘅一大抽嘅重建項目，咁呢度都 OK 嘅，我相信以後接住嚟嘅時候，長沙灣有好多重建啊，咁啊接住嚟招旺我今日嘅啫，超好嘢嚟噶，恭喜大家，大家星期五週末快樂。